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时间就会比以往走得慢一些。很多人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回钱包里失去的东西。我已想不起我在这工位上待了多久，我开始深深地感受到寂寞。有些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，现在才渐渐明白，一旦风扇停止转动，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。花什么时候开是有季节的，但网管什么时候到却没人知道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东西上都有个日期。秋刀鱼会过期，肉罐头会过期，就连忘记报销的发票都会过期。我已经喝得够慢了，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喝得太快了，因为网管还是没有出现。从他身上我明白一个道理，有网没网根本没什么分别，我知道他不会来了。这条路我没走完，先下班了，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。